这些精英们、明星们都喜欢他。哎，岳云鹏，岳老师啊，不仅在那个好多大的舞台上、平台上啊说过户外私人表演，哎呦，谢谢他啊，他是没有合作的机会，嗯，但凡有，现在早就不演出了，嗯，啊，你包括这个，还有这个队长级别的，嗯。那个张九龄老师，哎，户外词人，哎，有幸与纳斯说过几场啊，叫纳斯呀，啊，纳黑斯啊，纳艾斯，维纳斯，维纳斯，哪这么多斯啊？这个张九龄老师喜欢他，嗯，说过几场。202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在一队，对了，对吧？他在一个队伍里啊。嗯，人家攒底那阵儿，我们到二，嗯，跟人家一块儿合作表演，那阵儿就开始跟他聊，有机会在一块儿得合作合作，哎，说几场相声，对吧？太喜欢你了，嗯，我太喜欢你这种艺术表演了，哎呦，夸我那是。哎，有一年长春，就2020年吧，对对对，长春一块儿去，啊，那年我也没去，嗯，王九龄也没去，对，俩人终于在一块儿合作了，说唱相声了。啊，合作了好多精彩的节目，现在网上有很多他们俩当时表演的片段啊，真是看完捧腹大笑，特别好。张九龄老师也特别的开心，对，啊，当时合作了有那么三五场吧，对，对，回到了北京就退出了德云五队，荣升队长，啊，真开心。哎，后来又有一位老师哦，来到了德云五队，叫李鹤彪，哎，那位老先生啊，彪哥特别好，对，彪哥表演风格呢。猛撞人，哎，啊，这真是特别虎，用东北话是特别虎，就是哇啦哇啦呀，啊，天津人说就是特别混，嗯，啊，这个混不吝，彪哥，彪哥也爱跟他演，我也跟他说过几场，要是我请假了，嗯，我一请假了我就派彪哥跟他一块儿合作，哎，他老请假，彪哥老跟他演，彪哥也挺开心，是是是，演了大概也得有那么七八场。没错，退出了德云五队，哎，荣升了，荣升了，别的相声演员了，什么叫荣升别的相声演员？不是，别的相声队去了，哎，别的相声啊，就跟他合作完的老师基本都离开了德云五队，哎，所以德云五队是一个大家庭，对，包容性很强，哎，太对了，对，跟他合作呢，对人家好多的逗哏演员来说是一种提高，哎，这对我也是一种帮助，对，这真是，谢谢。你笑你吸纳进去，你跟人家好好学，我得向他们学习呀，啊。对，你不能说你人家说你好了，啊，对吧？你就骄傲了。哎，不行，那不就使人落后了吗？对了，老有话说你。对，那使人落后。其实有时候我也分析他，你也分析我，我分析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说他在舞台上就是他能有自己表演风格？嗯，什么都敢说哦，对吧？大家伙能那么喜欢，嗯，因为他不指着相声。你指着相声，多新鲜呐！你指相声干嘛呀？这包袱给我装懵了。不是，我指着相声，不是我指着相声。对，就是你指着相声生活嘛，是这意思吗？哎呦，他又生气了！这人家还两副面孔，你看。两张皮，这是反正都是支持的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哦，我也没有阿弥陀佛，能有什么意思？我给你消消业务。我说你指着去，你不指着相声这个行业生活，哎，就是对了，对。对于相声来说，你就是玩，嗯，哎，就是乐观的生活态度，就不在乎，啊，我说的好了不好了无所谓，哎，对吧？哎。反倒是这种态度成就了你，嗯，享受这种表演的乐趣，对吧？就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指着相声啊，所以舞台上有人表演的时候还拘谨，非常的执着，可以这么说，有执着心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放下执着心，犯了贪嗔痴啊，这就是大业呀，啊！你在这度我呢？我没度，我度你干嘛呀？因为我们好多演，不是说我们不想放下，啊，应该呢。是你们想干嘛呢？有时放不下，为什么想放下而放不下呢？因为像我们这些好多专业院校出来的啊，这种枷锁给我们禁锢住，要打破世俗的枷锁。
你说的简单，其实很难。这不都是废话吗？那么你比如我呀，高玉凯、王善勇啊，包括张鹤琴啊，对啊，我们这都是北方曲校毕业，哎，就在那边啊，一届一届的学生啊，这个高玉凯、王善勇啊，人家比我们大，哎，输送到社会上啊，你包括这个张鹤琴老师比我大两届，对，你看我们演出啊，相对而言比较传统，哎，他这个相声非常的搞笑，哎呀，我没你搞笑，哎，啊，现在整场就你最搞笑，哎，真的，我们有这个曲校啊，这个老的传统教育啊，一种进步，这就是一种扎实的基本功表现，固步自封。哎呦呵，对吧？你想迈出去这一步不好迈，你想想。但是您没受过这种专业的训练，他没锁上我。现在想锁锁不住，哎，没有锁，跟脱缰的野狗一样啊，一样马好吗？对吧？你现在因为你没受过那种专业训练哦。所以你认为的相声，你认知里的相声，就是你现在的表演那种状态。哎，所以说对，你就这种状态，曲校出来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对呀，啊，他们就是思路很清晰。对，反而让你越走越远。谢谢。越走越好。哎呀，你说后台我们这些人多羡慕你。哎，这就是因果嘛。这跟因果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肯定是我上辈子种下了一个善因，今世我得了一个善果呀。我上辈子造什么孽，你是我的恶果呀。那么我们这些当时为什么说学相声，大部分原因，第一家里条件不好哦，第二呢不爱学习，又第三呢吃不了苦受不了累。学相声，他们大伙儿那阵儿，我们刚开始是都觉得简单，嗯，上一个专业的院校出来呢，哎，学那么几年，找一个对口的专业啊单位呀，开始上班工作了，哎，有这种想法，每天晚上工作半个小时，哎，下台了，挣钱了，对呀，白天的空余时间很多，光想睡觉了，对呀，你让我们朝九晚五接受不了，那可不，多困。就因为有这种思想啊，我们这些人哪有拿相声现在视为自己生命，真多加努力，走一步都是血淋淋的脚印啊！你像你这就不是了，哎呦，很愉快啊，上了正经的学校，嗯，对吗？可能学的压根就不是相声这个专业，哎，跟相声没有什么关系。学什么专业？我学的是会计。人家这个专业就很好。对了，会计员啊，这个东西来说吧，得有一个好的手速，好的脑子哦，对吧？要不你好东西你记录不下来，嗯，人家那边说着了，你这边拿笔都给你写下来，哒哒哒哒哒，嗯，这个对于你来说，这也得练习。哎，你这种解释就像一条傻犬一样。这叫什么话？会计就是会计。对呀，啊，会计嘛，你就比那个速记员快。你是不明白我这表达方，我给你换一种表达方式行吗？就是会计。你就直接说白话，快干嘛的？快算算账啊！算账，给人公司里做做财务，财务报表，报表，明白吗？报钢我知道，报表还。对，你就说这个公司了，发工资啊，需不需要你？得。得需要啊，我得算出来呀，啊，就是这个工作吧。对呀，啊，这他上了多少养老保险，对吧？这个你扣多少税，对，对吧？这个人应该发多少工资，这位买断，需要不吧，啊，对吧，一脚踢，对，下岗都归你管的，啊，都归老板管。那你说这个人告诉我给他结账走人呢，啊，都得找你去了，到月领工资了，对呀，啊，哪怕辞职了辞退了，哎，别干了，到财务那儿领钱去，都找你了，对，都得我得算出来，对吧？人家正经学这个专业，学的会计，对吗？为什么不从事这个行业呢？因为每个公司都得要那种带会计证的会计。那你这个学上的就跟屎一样，也没有那么味儿。花这么多钱供你上个学，学的会计，对，啊，最后你个会计证没考下来，不没学会吗？干嘛去了？那个本儿不是说到那儿考完人就给个本儿，你得答题答下来人才给了。
不信你那几年不一直学的都是这个吗？没学会呀、啊。我上学前人也没说包教包会包分配呀、啊。那你去什么呢？我得去了，我才知道我学不会、啊。我要没去，我就说我不会，那不输在起跑线上吗？你这不就不会多走一步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挺实在的。我得上学，我得学，我没学会，很实在，我没学会，就是没学会。上了几年学，学的会计，没学会，会计证没考下来啊。这几年白耽误功夫。那也不能说白耽误功夫，那应该呢，花钱耽误功夫。不是，我学了，没学会吗？哥。对呀、啊，我看重的是过程，不看结果。人生就是一样，你看的是这个时间的，你看的是横向，你不能纵向比较啊，对不对？别人呢可能好多都从事对口单位了啊，对，你自己比自己，不要跟别人比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拿你跟苏武比不现实啊，那多新鲜呢。对呀、啊、但是不是，你看我们好多我们专业院校出来的，我们毕竟你看我学的就是相声，对、啊、最后从事还是相声专业，证明那几年钱咱没白花。那可不，我也没花钱，我不也上这来了吗？结果是一样，结果都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同样的下场。对，下场是一样。对对对对。但是甭管怎么说，这个其实造就了你。哦，反而造就了你。哎，看看别的行业，他们是哪样的？你比如你跟我聊会计这些东西啊，咱不懂。你跟我聊相声，不懂。谁跟你聊相声，谁都懂不了。你的相声，别人懂不了。对，你看你这个状态就很好哦，这就是大伙儿我们羡慕你的点，就是您老觉得您身上有枷锁在绑着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而且家里边吧也比较宽裕，哎，有点，这是有点，家里边比较宽裕，稍微有点活的钱儿。对了，家里边有那个好的工作无所谓，对对对，养得起，是你喜欢从事什么你就干什么去吧。啊，那您怎么这不一样？我可不行。你怎么不行呢？我们家里这个条件不行。你们家的条件怎么不行呢？你们家条件什么条件？我们家说实在话啊，第一穷，穷的主要原因，现在说相声不挣钱。你别只是看我们很辉煌，觉得相声演员，尤其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超出去都认为一年得挣个百八十万的，一个月超前最少也得挣个大几万十来万的。那哪有那个？没见过那么多钱，没有钱。大家伙儿就这么说吧，买票这些钱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坐满了挣这份钱，今儿来一个人也挣这份钱啊。您花的钱最终结果进我师傅的裤裆里，哪儿啊？裤兜里边。你弄点钱逮哪塞乎哪儿。他得藏好了嘛，藏好了嘛，他就拿走了。我们死工资，对了，扣完税。啊，上门保险，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里三五千块钱，那不少了。小康吧，也是小康了吧？萝卜呀，小康啊！家里边那个情况，三五千块钱够干嘛的？看你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还要干嘛？我三五千，我还能干嘛？三五千块钱足吃足喝呀！你三五千块钱要我一个人花啊，足吃足喝。你们家呢？家里边一大家子七口人吃的一份钱生活着，嗷嗷待哺都。他们那帮人就跟家就等着你来喂他们，他们指的一个人啊挣钱。吃苦受累，生活的重担挑在了你的肩上。对了，真是这种情况，太不容易了，你有点是吧？多新鲜呢啊、哦！你要真说，就刚才我聊这个，嗯，正常家庭，你要真说，我就一个人，哎，光棍一个啊，对吧？自己吃饱全家不饿，三五千，可以，很幸福，对吧？你要比方在天津本地人，我再有自己有房，哎。你买辆车都没问题，那可不来小电动。你正常买辆汽车，你都养得起。对呀、啊，没有什么花销、啊。对，你没有别的，就是无非在外边喝个酒、吃个饭，可以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你家务，我们家人多呀，别人没有这个外边挣钱能力，就靠我一个人，他就困难了。你们家人口多，不刚跟你聊了吗？我一个人养七口人。你们家几口人？七口人，七口之家。
现在来说很少见。您先等会儿，我可太了解你们家了啊！这个世界上没有再比我了解你们家的人了。我们没事不研究下面，研究我们家干嘛？你们家，我对你们家实在太熟，你们家能是亲？现在除了研究我爸爸，还研究谁呀？不是，我说一会儿都得研究。七口，你们家不是你我这七，真你们家是六口人，为什么要多说一口呢？谁跟你？我们家几口人，我能比你不清楚？多报一口人，不是说多报一口就能多一个摇号的资格啊，不是这么理解的啊。不是，那肯定是多一个摇号的啊。对，他得有驾驶证才能摇，学不会啊。你们家六口人呢？我不跟你矫情这个，七口啊，六口叫我七口，六口定了，七口准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太了解你们家了。我们家干嘛？你能有我了解吗？你别喊着了，喊什么呀？不是跟你着急，你看看跟你聊，我说我们家有问题，我们家困难，你们家你非得跟我抬这个杠。你们家真是六，我太了解你。你这你学我说话，你说我们家六口人。我本本啊，我学你说话，你这非得抬杠，你气死，气我小肚子一跳跳疼，真是。你查查去吧，你真是。我们家本就是七口人，那咱别抬杠了行吗？压根儿也别抬杠，咱这样在这算算你们家人口行吗？他跟你们拜拜啊，能不是算算你们家人口行不行？算一算，算一算你们家人口行，这是你的专业。嘿嘿，太厉害了，对吗？这是你擅长的。哎，需要计算器啊、电脑都不需要，珠算可就不用，人算珠算像话吗？骂街我可生气啊！我告诉你啊。你不姓朱吗？姓朱叫朱算，你姓晋晋算，不好笑。那你上这等着报复？怕刷门子，刷门子。对，就是拿手就能算。拿手怎么算？拿手怎么算？不知道，就是手不溜好。啊，就是爬我脖儿。威胁？那不是，那拿手就能数数，拿手数数，这不就算了吗？我拿手数你撸胳膊干嘛呀？干嘛要输液？我这怎么数数？不用，还什么计算器这个那个？造物主给咱这么神奇器官，你不用，你还要用什么？你还用？这我以为不用。那个手一伸出来，看着啊，一二三四五，攥拳为五，小拇指出来为六，无名指出来为七。我的理解没有出现偏差的话，就是他出来，我们家就是七口人。太对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错，肯定得出来。他肯定出不来。你不信，咱算吧。那开始算了啊。算吧，等会儿啊，我还得说明白了。你说吧，现在咱俩算不算在打赌状态？可以这么说。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因为咱俩有矫情，咱俩现在打赌的状态，还有点小争论，对吧？好，既然打赌，咱就得有赌注，不能白来啊、哦！因为我这个人，你要说跟我打赌，哦、咱就得挂点彩儿啊，挂点彩儿，不是给个薄流啊，来再来一份那意思，啊、挂点彩头，什么意思？有点小赌注、嗯，要不你说在这玩这没什么意思。比如说，咱俩。也别说啊，赌太多的，对对吧？咱俩赌点身外之物，身外之物好，好吗？比如说，比如说，咱就赌媳妇儿，你乐意吗？怎么玩儿？你先告诉我。那我得研究研究。比方说吧，最后，然后这首歌出来，我们再气会儿吧。气会儿，对，气会儿。哎，对了吧？啊。你媳妇晚上跟我走，那你们家六口呢？六，你转枪给你送回来呀！那咱们别算了，我直接给你送过去不完了吗？几点？这几点像话吗？总共有三个人参加这个游戏呀、啊，像话吗？不带你啊！凭什么？太可气了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那这样吧，啊。钱乐意吗？钱行，别太多啊，别太多的赌博。对对对，那不行啊、嗯，咱也得别赌太多，差不多都掏出来的。嗯，一个亿。不，你再来一遍，我再听一遍。一个亿，你是不是有口音啊？你要说一块一子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解释一下这个啊，一字这音哪发出来的？一个一亿，我还识字儿啊、嗯，一个什么呀？亿呀、啊。钱嘛，
你咱们俩打赌一个亿，你告诉我你见过5000块钱嘛样吗？你告诉我一张呢，我不好见你。对呀、啊，一个亿一个太多，咱少点行吗？一分太小了，这有点，现在刮痧都拿5分的了。看你这个又大又小，怎么都不乐意。你也别一个亿，这边也别一分，咱取一个中间数，好不好？中间数是100块钱。一个亿跟一分，你这个中间数怎么中到那儿的？不是，咱就100块钱，你想100块钱，它既然不是很多，但你要说100呢，又很刺激。100块钱就很刺激，100块钱还不刺激，100那是，对我来说倒是挺刺激。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对我行，挂100块钱，当个玩，这是玩嘛，当个玩行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那我开始算了啊。好，这个算的时候，一般我们家这个是怎么算？从大到小啊。哦，这还有规律啊！有规律，有规律。哦、我开始算了啊！啊，就是头一头，你爸爸。哎，你不是等会儿啊？我想起个事儿，这个100可是100，您得给我一个真的。假的不犯法吗？这不犯法吗？你会计，你万一你有那个练功操呢？你别喊呐！练功操，你抽一颗给我。你别喊呐！这肯定给你真的呀。真的、啊、肯定真的，比真的还真，真的就是真的，没有假的，抽 A 吧，不是不是真的，就真的，你放心啊。啊，我得要真的，我头一口你爸爸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这个100可是100，你如果说你真的没有一张整张的也没有关系，嗯，你给我俩50的也可以，但是俩50的也得是真的。哎，那肯定的呀，这是真的。那肯定的，俩50没问题 啊。头一口你爸爸。哎，不是，哥，俩50是可以，但是不能再往下换算了啊！你别给我来100个钢镚儿啊，这不行，我不好拿。我确实也没地儿找去，我也。您能换呗？我没有，我不换。对，我说俩口罩我放不开。纸币，纸的，纸绝对是纸的，纸币。别缺角啊！哦，没，那能行。你万一给我来个残币，没有，100块钱缺七个角，没有，100块钱缺七个角改圆形了。钢镚儿吧？没有没有，就纸币4四方方一块豆腐啊、嗯，就是这个纸币啊，长方形的，长方形，懂的。您放心，您放心，放心，不行，我要算，咱还得答应。这头一口，哎哎，干什么呢？哼，不是算，是答应，不明显吗？明显，算呢？你这，那你老答应什么呀？我都拦住了，你给你解释明白了，我怕你在那儿你不。不了解你给我瞎来的，我现在很生气，知道吗？不生什么气、啊？你要再答应，我就要打你的头。倒霉姑爷，你要再答应，我就打你的头。咱好好聊天，别动武啊！啊、嗯，不许答应啊！不答应。头一口，你爸爸。哎，他们答应，拿我干嘛呀？他们答应也不行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必须把这口气撒出去，我必须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。那你不能拿我撒麻子呀？你有点讨厌了，你这搅和呀，这是。这样，对呀、啊。我出主意。你什么主意？咱从二一口算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行。头一口跳过去，咱给他。太好了，对、啊，头一口可就过去了。你爸爸过去了。两句话，我们家没一个。我什么这语言有点欠妥，说话都不文明了啊，都不文明了。谢谢你对得起永哥吗？我，好好，头一口躺下了，躺下。哎，我又对不起永哥了，就头一口这样了，这不就倒下了吗？咱们就头一口，咱就跳过去了啊！头一口他就跳过去了，也不往哪跳去。头一口这样了。我不说了，行，二一口开始算了啊。你妈、你哥、你嫂子、你媳妇儿，6口吗？啊，明白吧？这不6口吗？7口人呢？6口啊！比划得多清楚，大伙都看见了，都算出来了。我们家7口人，这个出来才7口呢，这不出来了吗？诓骗我！谁诓骗你？都出来了！哎呀，哎呦！哎，氧气缸。气死我了！你这不是骗我？谁骗你了？本身你们就是6口人。你要是这手指没出来，那就是你手问题。
我手有问题。你手指多，你六指儿，你是个老六。你手指，你不信你数一数，你手指几得多？你看看啊，你看数一数啊啊，一二这三个不动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是不是十一个手指的？你六指儿。说你是个老六，你还不乐意？没想到最后小丑竟然是我自己，是不是六哥？你没听说过十个吧？这不，不可能，就这手多。你看，这是不是多一个？赶紧脚下下，脚下下。可气我，就是十个手指头。你反正我不相信你这手。那你相信谁的手？你天天你这个数钱的手啊！你给我玩这个手彩儿。你相信谁的手？我给你换找双手来。我就相信我自己。哎，这句话说的明白。拿我手算，拿你手算，拿你手算呗。拿我们家两口拿我手算，拿你手算，你们家也是六口？七口？六口？咱来一回，快算吧。我开始了。他算我也答应。头一口，他们老两口。头一口他不算爸爸。哎，我妈、我哥、我嫂子、我媳妇儿，对吗？我就说拿我手算吧。你是不是六指啊？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再算一遍行不行？你算一遍，你再看仔细了。这回我这目不转睛。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妈、我哥、我嫂子、我媳妇儿。嘿，还真是七口啊！你没错吧？我们家够你七口人吗？我想一想，我感觉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感觉？我看一下，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、他哥、他嫂子、他媳妇儿，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、他哥、他嫂子、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。我明白了，您再来一遍吧。你这个人真没意思。您再来一遍，最后一遍，您再好，最后一遍，那就最后一遍。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妈。打住，倒霉倒你妈身上了，倒你妈身上了。咋说话？他们老两口子已经有你妈了，还你妈，你俩妈。我俩妈怎么不正常吗？大勇，你爸爸这么开心吗？不是，我有一个干妈。干妈不算呀、啊。老干妈。那也不行，你爸跟你妈这是配偶的关系。对呀、啊。跟你干妈呢？干配偶。是哎。笑死人了！你真是个小可爱呀、啊。是。不行，我告诉你，干妈不能算啊，干妈不能算。你刚才说干妈不算，现在说不晚。干妈不算，干妈不算啊。我们家照样还是七口。不可能，不信再来一回。来吧，汉长。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，你干妈再出来，我跟他喜结连理。你玩还挺脏啊。我哥。行吗？行。我嫂子，这是谁？你。我媳妇儿。对不对？我要说再来一遍，你不生气？对了、哦。够呛。你再来一遍，让我们再乐会儿。再来一遍，要还没完，实在是我给你翻脸。好，小吊脸。头一口他们俩能跑的，我哥我嫂子，这是谁？你呀、啊、我媳妇儿。他们老两口子，这个不是干妈，这是他哥哥。嫂子，这是谁呀？他媳妇儿。他媳妇儿。这是谁呀？他媳妇儿。我怎么这么爱我媳妇儿？来吧，您再来一遍。您手是累的，掉脸了，来快来快来，翻脸了，我要翻脸了。来来快来，他们老两口子，我哥，
我嫂子那是谁？你呀、啊、我媳妇儿。回去回去回去，这什么玩意儿，你还在这儿呢，你媳妇儿就在这儿，你们俩这干嘛呢？这是交际舞。交际舞像话？你这压根儿他出去吵，我回去的晚。不行。怎么不？谁不行？你不行。这得我行不行？你该你哪疼啊？这你得回去，你媳妇才能出来了。我们俩不碰面。不行，你得跟她碰面。那么可爱的宝贝，怎么可能？很热。气死了！这台上打喷嚏，你是第一人，对吗？有一个毛啊！有一个毛啊！我们家肯定是七口人。对呀、啊，肯定七口。不可能！我倒不倒不？你是我想一想，你冷静冷静，你给我个机会，一会儿你回来，我们俩六口，我去你怎么咱就下班，行不行？去。我琢磨琢磨，对对对对，人一般来说，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在家门点数哦，点数，哎，对了，人、哦、家点好了数，对，对拴好了，哎，对了，对对，什么叫拴好了？啊，拴好这红头绳，哎，天天家里都得报数，老两口子，老两口子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了。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，我少算你们家哪口人了、啊？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我问你一个哑口无言。我不信。算这么半天，嗯，你想一想啊，你算我儿子了吗？你琢磨琢磨，你朱鹤松啊，算我儿子了吗？我就说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吧，一语点醒梦中人呐！你该醒醒了。他确实是刚得了一个儿子呀。我这事儿我经历了，我到这儿随了10万块钱呢，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？我也想把这忘了。这太他前世刚得一孩子，巨可爱啊，朋友们，你别看他这么可恨啊，这小宝贝加油！真是，我进去我妈去，他妈是你的事吗？你说怎么开心？我这是我的，我能这样？他确实是有个，但别看他不大，他是一口人呢。说的100块钱这事儿啊，咱朱总不差这100块钱，给了100块钱帮贴到门子上无所谓。但是我受不了这种侮辱，说我不识数不行，这样啊。我跟他来一个死不认账，阿金。刚才你说什么了？我说你呀、啊，少算我们家一口人。我少算你们家谁了？你算我儿子了吗？我算你儿子了。这种玩笑开不了。没有开玩笑，朱鹤松不开玩笑。这个事儿咱别瞎闹，没闹。那我得问明白了，问吧。你在哪儿算的我？我就在这儿算的你儿子。你多咱算的我儿子？我就现在算的你儿子。你算我儿子，谁看见了？我算你儿子，大伙儿全看见了，对吗？行，你要有这么多的证人，哎，没杠牌，没错啊。你算我儿子啊？我们家七口，你不算我儿子，我们家六口。您看这话说的多明白，我算他儿子，他们家七口，我不算他们这他们家六口。我过去给他了，我不是，你先别给你，不行不行，我说这你等这阿弥陀佛，把我这话圆来了，你让我冷静一下行不行？100块钱让我心里有准备，你穿愣穿出去，我容易猝死啊。干嘛？100块钱是命啊！你这跟我想一想好不好？行不行？你想一想，你让我冷静冷静好不好？我先歇一会儿，你先歇一会儿，你先对对对对，你先印水。我竟然能算他儿子，真是孝报天金德云社呀！这样，我给他来一个照方抓药。一会儿啊，我就跟他们说呀，我们家8口人。其实我们家6口人啊，我愣告诉他我们家8口人。
他肯定不信呢，他不信他就得给我算。算到第七口的时候，我说你还没算我儿子呢，这便宜我就抄回来了。算到第八口的时候，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呢，这便宜抄回来我还长他一辈儿。就这么办。阿倩，阿倩，骗子啊，骗子啊，你出门你那个口袋里不带钱呢？你翻我口袋了，我来看看你带不带钱吧。你竟然翻我那个，翻我的什么口袋了？裤子？我没穿裤子来呀。你出门这么洒脱吗？我穿的裤衩啊。我平点的四件的。你这嘴平点的不一样吗？对呀、啊、我这不是，我这你别翻我口袋啊。我翻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肯定认识你买钱。给我行不行？给我是给你，我给你。什么时候给我？我一会儿就给你。站台给我。行，咱再聊一会儿。再聊一会儿。这样聊一聊，聊一聊彼此的家庭。我们家这不聊完了吗？聊很开心吗？聊聊我家吧。你爱你家吗？爱着吧。要说聊起我的家呀，嗯。哎，有事说事儿，别乐啊。我这是乐吗？这是。不是看你挺开心的吗？我们家啊也困难。你们家也困难吗？困难呗。困难。困难谁家不困难？我们家人口多。你们家人口多啊？你们家几口人啊？我们家呀、啊、我们家其实啊是六口人，我准备骗你说是八口。你肯定不信啊，你得不信啊，你得给我算。你就说哎我不信，然后这样算到第七口的时候，我说你没算我儿子呢，这便宜我就抄回来了。算到第八口的时候，我说你没算我孙子呢，这便宜我抄回来，我还长你一辈儿。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我先告诉你了。你还真挺可爱的老六。那你也得给我算。别愤怒啊！你不别愤怒啊！你不能相信啊！你不能相信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是傻子呀，都没发生过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好吗？明白了。对呀、啊，明白了。就貌似你刚才给我们家算的时候，你吃了一点点小亏。我吃了大亏了，想早点回来，不就这个想法吗？很简单。那竟然看透了我了。你这个不上算的劲儿，哎。满足你不就能好？给你这个机会，谢谢。给你算，谢谢。不完了吗？好，还是个交朋友的人。对，这会儿他厚道了。怎么算？我怎么算？你怎么算呢？你怎么算呢？从大到小，一口一口的算，不学两口两口往外逛。明白了，这个规矩你懂吗？好不好？我开始算了。哎，来吧。嗓子干嘛呀？没事。有脏东西。哎，算了啊，算吧。头一口，我先算你爸爸。装吧，戛然而止。人有是口，马有乱蹄，红口白牙打背驼，说的多明白呀！他先算我爸爸。对呀，不是您不能先算我爸爸，那我后算你爸。你别不能后算我爸爸呀。那我怎么着才能算你爸？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。那我不算你爸爸，在座这么多位好朋友，谁算你爸爸？我告诉你，这便宜谁也抄不走。我算我爸爸，你算你爸爸。哎，你妈乐意吗？不算了。